我爱猫，我喜欢猫，我养了猫养了十几二十年，从人类粪坑的时代到现在，人类已经有先进的冲水马桶，各种先进的设备，可是猫上厕所的习惯一直都没有进步，一直都没有改变。这十几年来，我常常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人养猫养得更轻松呢？因为养猫实在是最大的负担是猫砂，猫砂很贵，而且如果要用环保的猫砂很贵。有好的环保砂，并没有好的器具，我找遍了市面上所有的猫砂盆，我找遍了所有的猫砂，就是都不懂，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省时省力省钱又环保的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猫便便跟猫尿尿很臭很臭的问题。我想所有养猫的人应该都有这种经验，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研发了好多年，今年我成功了，我研发出了好神猫两用猫咪冲水马桶座，一试再试，很多人经验之谈都说太好用了，真的可以达到省钱省时省力而且又环保。我们的猫砂盆有这样好的功效，我应该要推荐给大家，猫咪和主人的身体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养，可能只要数秒钟你就可以把它全部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连一点臭味都没有，而且它很省力，因为它的结构很简单，它只有上下两层，一打开水龙头一冲马上就干干净净的，一点臭味都不会，然后很省钱，因为我们可以节省90%以上的猫砂，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说技巧好的话，你可以用到半年，一包猫砂半年哦。它最好最好最好的，我觉得最美的地方是它零垃圾，我们不用再把那个猫尿片啊，还有猫便便啊，包到一个垃圾袋里面，追赶的去找那个垃圾车，然后再一丢掉的时候，那一刹那真的是每一个猫主人都是这样，那一包垃圾一丢，哇，心里觉得好轻松。所以我要研发这个产品就是这样子。我们养猫爱猫人士的最大的苦恼，好神猫两用猫咪冲水马桶座就没有这种问题，完全不需要训练，它就是一个猫砂盆，只要会用砂的猫它一定会用，绝对没有一只猫说不会用的，所以每只猫都会自己上马桶，精心研究的精致设计，可以说是精品中的精品，外形非常漂亮，放在哪个地方都会显得它非常非常的漂亮，你一定会爱上，你一定会持续的使用，而且你一定会推荐你的朋友使用好神猫两用猫咪冲水马桶座。